我问你个问题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突然被一个女生给亲了。你干嘛？看不出来吗？我在勾引你。但是他跟这个女生告白又被拒绝了。一个女人要学会若即若离，才能把握男人的心。男女关系当中，一推一拉，你就越陷越深。还以为你不记着呢，你怎么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姿势？折腾了一晚上。奇怪的姿势一晚上。既然事已至此，我答应你求婚，你同居吧。之前是之前，之前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不想吗？怎么，经过昨晚，又想了？我想杀了你。还说我不好看，现在不还是服服帖帖的？咱俩就是渣男鉴定夫妇。谁跟你是夫妇？周玉这小子深情起来还真让人羡慕。